贼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在下东方玉姬，无心唐突。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哎，小生愧疚难当。若姑娘还心存芥蒂，在下一定惶惶不能心安，还请姑娘责罚。那个，你既然是无心的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这次别过吧，啊。姑娘。 哎，你要去何处啊？我跟你说，此地方圆几里之内到处都是荒郊野地，以贼和山贼时常出没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姑娘，哎，你别再拦着我了，秀才大哥，我还要赶路呢。哎，我思量了许久，权衡了许久，便酝酿了许久，我终于选了一个万全之策来弥补方才的失礼失仪。哎，在下东方玉京，被天发誓，等我金榜题名之后，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。 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我现在就下聘书，定下如何？姑娘，你等等，姑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不要跑啊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哎呀，你等等，你慢点啊，姑娘，哎呀，你听我说呀，姑娘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 可算是甩掉了，啊，累死我了。嗯，萝卜好吃吗？啊，当然好吃啊！姑娘是不是要去蜀山啊？你有办法？